十大傀儡皇帝，第十位唐睿宗李旦，唐朝幕后执政者皇太后武则天。第九位唐中宗李显，唐朝幕后执政者皇太后武则天。第八位隋恭帝杨佑，隋朝幕后执政者李渊。第七位北周晋帝宇文阐，南北朝幕后执政者杨坚。第六位汉献帝刘协，东汉幕后执政者太师董卓。第五位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，年号光绪，清朝幕后执政者皇太后慈禧。第四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，年号宣统，清朝幕后执政者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，1934年又成了板垣征四郎建立的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。第三位高贵襄公曹髦，三国幕后执政者司马昭。第二位孝惠皇帝刘盈，西汉幕后执政者太后吕雉。第一位孝敬皇帝元善建，南北朝幕后执政者高欢，